很漂亮哎。Hello， 我们来到金城老街了，这边是中兴路 ，OK。然后板卷的这间很有名啦 ，OK。然后我们先试一下板卷的，这个是30块，你试试看。刚出人，现在没人排队了，因为现在是非假日时间。然后这间以前我常买了，以前要排队了。嗯，你刚刚排队。嗯，对，以前要排队。现在这边没有人，就不用排队了，30块。然后这边，它还有那个什么花生酪，花生酪，他说是85°C那边有一家在老店的 ，OK， 回家再看，我再搜寻一下是哪一间的，有改天去拍哈。好，我们东园是金门美食传统那个那种糕饼什么我都会拍。对，我问他是不是自己做的，他说是那边。买的，我们在之后就，嗯，啊，它里面馅是长这样子，好的，很夸张，那我先看好不好？看看，还不错，哎，没关系，好，好吃，没有变，没有变。还是感觉好吃，然后刚才拍完洗一洗羊头啦，然后感觉要去吃东西哦，然后这个还不错吃，来到中兴路这边可以补一下板卷的，是老店啦，可是我没有目前没有收进去我的金门美食，那现在有啦 ，OK， 好啦，最后说。说什么？只要我们明天换订阅哦。我们拜拜，再见。